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那么师父说呢，佛法可以呢给我们福报，给我们智慧，是我们在这个滚滚红尘里面安身立命的一个方针。可是佛法呢讲究的是空，也就是说要我们要消除很多的欲望。但是维摩经里面又有一句话说呢，叫欲令入佛智，先以欲勾牵。这句话好像跟我们了解的佛法的道理是有点抵触的，为什么先要以欲望来勾牵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师父，不知道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先解释一下啊，为什么维摩经要说欲令入佛智，就是佛的智慧呢，要进入 佛法的智慧里面，先以欲勾牵，先要用欲望来勾，来勾引，来牵引，这好像是跟佛法相矛盾的一句话嘛。嗯，不矛盾呢。为什么？我们如果要抓一个松鼠，希望把松鼠抓到，因为在笼子里面放一根香蕉，然后呢让松鼠进入笼子吃香蕉，然后呢这个松鼠就进入笼子去了，手到擒来了，哎，不会摧毁之力。如果你要抓那个松鼠，你要跟着松鼠跑，松鼠这个跑得快得很，要爬到树上去了，一脚爬到树上去，树梢上去了，你根本就抓不到它的。这要有一点点的这个诱惑，他所喜欢的东西。对，要他喜欢的。那，这个他就来了。还有，人呢，都希望。这个名啊利啊啊，还有呢男女的男女欲啊，这个我们叫做五欲啊。其实呢，比如说有人这个形容佛国净土，是那么的庄严美丽，那么的可爱，这人都喜欢去啊。这佛国净土里边都是七宝，那普通的我们看不到宝啊。很多的人就是说，听说那边都是宝，都愿意去啊。那是宝地，那是宝山，那是啊一个非常非常啊富裕而这个快乐的地方。大家都想去啊。天国，大家说一讲到天国，说天国怎么样？天国这无忧无虑。是太好了，还有呢，天国里边也有天女啊，也有天子啊，这个也有天乐，就是奏的乐器，这个唱歌啊、跳舞啊，这个太快乐了。那因此呢，人就想这个能够到往那些地方去。为了想要到那边去，现在一定要做好好的做。曾经有一个故事啊。这是唐太宗的时候，也就是啊，有个唐玄奘三藏，大家都知道，说唐僧，对，《西游记》里那个唐僧，对，那《西游记》当然是假的了，可是唐僧这个人是真的，那就是玄奘法师，玄奘法师呢，从印度回来呀、他一个大弟子，最大的一个弟子啊，就是啊，窥基。大师啊，原来是一位这个王，一位王的儿子，是一位王子是位王子，他是尉迟王府里边的一个王子。那玄奘进入他那个王府的时候啊，看到这个小孩子非常可爱，那就问他了：“你要不要做和尚？”那个小孩子说：“好，我做。”那你跟我去做和尚了，这个小孩子说：“对，我要去做和尚，可是呢，我要吃肉。”这个玄奘说：“可以啦，你做和尚可以让你吃肉的啦。”他说：“不仅仅是吃肉，我还娶老婆。”玄奘三藏说：“可以啦，你做和尚可以娶老婆的啦。”这样子就把这个王子啊，就带出去，带到寺院去了。到了寺院里以后呢，他要吃肉，他要娶老婆，
那玄奘说，是你先把和尚做好了，出家是做和尚嘛啊、先把和尚做好，做得像一个和尚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吃肉，你可以娶老婆了。你现在练习着做和尚，你在还没做，没把和尚做出来，你就要娶老婆，那你等于是在家人嘛，并没出家嘛。做成了一个和尚，你一定可以吃肉了，可以娶老婆了。可是呢，这个王子啊，倒是蛮聪明的，就从此呢，非常的认真的在那边学习佛法，跟着一起译经，跟着一起呢学中文、学梵文的佛法，结果呢，学得非常好，修行学修得很好。然后他就忘掉了要吃肉，忘掉要娶老婆，也就忘掉了要娶老婆。然后呢，玄奘有一天就跟这个窥基讲了：“你现在已经把和尚做好了。”你可以吃肉了，你可以娶老婆了。这窥基大师说，他说我现在不想吃肉，不想吃肉，我也不会娶老婆了，我想还是做和尚吧。是，所以这就是欲令入佛智，先以欲勾牵。对，这也就是一个引诱，一个众生呢，他就是希望有个什么东西自己去追求的，就是欲望啊，没有欲望的人，那就便是不是人呢。人总有欲望，那是出生以后就有欲望的。这个最低限度食欲要吃，那长大成人之后呢，他又有男女欲。那还有呢，自己在生命过程之中啊，这个为了求得自己的保障啊，那这个财欲。求钱呢、那希望到自己的那个生活得到保障，那求种种的东西，那我们就是叫欲望，这是正常的事。所以要用众生喜欢的东西，然后吸引他来进入佛界的佛法的智慧。对的，是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。佛法里面的确宝藏很多，如果你追求福报、追求智慧的话。不妨你也开始亲近佛法，更欢迎您在下集里面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